我作为一个在青藏高原60多年的一个农民，我都没有想到通过扶贫攻坚以后，藏族这一带没有技术可转出口。现在呢，这个引进产业，即使通过科技手段，一亩地的葡萄2-3斤，然后葡萄成造酒，一瓶酒卖3斤9本多钱，我们这个酒现在一坨钱，你像过去一亩地种青稞，刨去成本，满打满算，5-6块钱，现在一亩地变成大棚，一年下来好多10多块钱。